黄必胜昨天脸书说很清楚，嗯、所有进口猪肉100%都要抽验、嗯，每一批我都要抽，至今没有抽到，不要讲西部特罗，至今没有抽到一个含莱克多巴胺的，所以台糖今天想要去买一个有西部特罗的美猪，还买不到，除非他跟美国的猪商约好在公海交易，公海交易，台糖开了他的渔船，是是，然后美国的猪肉厂商用的渔船拿了一货柜的猪肉沉到海底，然后台糖呢就拿把它拉上来，然后压在这个渔船舱底，然后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开进港口。然后开进港口的时候，要黑头车压阵，送到台。你讲的是毒品吧？是猪肉吧？你讲说不是只有小拇指的，这样需要搞这么多吗？就放口袋给你就好了。你怎么还会有这个动作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有，因为台东市说。